第二次来公司不要这样好吗？对，你叫猫也蛮淡定的嘛。哎，其实他想要，他不怕他，想要出来，也是有可能。好，打开，打开。我刚刚发出来就是一个。你是想要吃肉干子？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想吃肉干子的。应该是哦。这不是你的，这猫，原来是，原来是肉干，可恶，肉干，你想吃肉干？这是猫吃的，原来刚刚是要扒肉干。